当赖同长跟罗主任抵达金门的时候，新防部司令官等战地军政首长都在机场迎接。然后赖同长等一行就在新防部司令官跟政战部主任陪同下，到达金门水头码头，巡视正在兴建中的水头码头突堤路桥工程。对于突堤修建的经过跟完工后对大金门、小金门交通的改善效果做了深入的了解。接着赖同长并且巡视了军中各部队，跟战士们闲话家常。中午并且和防区各级官员聚餐，